不用不用，你拿起来了，然后把这个把这接头给拉掉，接头啊，用力用力，对，然后把那个管给打开。 那个皮箱呢？放上面。好。把它放平这个。 再用螺丝，这个用螺丝刀给它把盖子卸掉，螺丝刀给这个卸掉，对对，卸掉。